哇，你看中央研究院的，研究院的院士啊，教授，嗯，他中央研究中心的荣誉教授，你是报价的，人才进行授予，介绍，介绍宋王权。我介绍宋医生，对，提到天险，提到无预计，提到在天险上行天眼，还对病除了行天，替天行道还行天，在天险上早期是替皇帝郑成功的用到禽兽。他替明朝的替明朝皇帝守护台湾，郑成功1624年到台湾，不要当废物。